53岁王妃寺庙被偶遇，素颜出镜，皮肤白皙，露锁骨，身材瘦削。3月16日，有网友晒出了和王妃的合照，今年已经53岁的她状态依旧非常好，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照片中，俩人身处寺庙前，可以看到背后有不少阶梯，还有许多穿着红色僧衣的僧人。王妃剪着短发，穿着一身非常素雅的棕色袍子，她身材瘦削，锁骨十分明显，素颜出镜，皮肤十分白皙，看得出来状态依旧非常能打。随后，网友还晒出了和王妃早年间的合照，当时的王妃戴着墨镜，围着围巾，整体搭配酷劲十足。看得出来该网友也非常喜爱王妃了，连续几年都和王妃一起合照，照片也存了很久。随后有网友在评论区中留言说道，她真耐看，骨相气韵非常好。不过也有网友提到王妃脸型完全变了，老王之前是标准的国字脸来的，有网友认为王妃是打了瘦脸针去咬肌脸才变小的。